遇到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大胆的表白，即便被拒绝，也绝对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，就是因为你丑。请原谅伤害过你的人，一次是痴情，两次是包容，三次以后你就习惯了。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，因为当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时候，那就成了公墓。总之，不论怎样，一定要在敢爱敢恨的年纪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不怕爱错，就怕错过。大嘴河马，祝愿天下有情人，2019年情人节快乐。